我以为会成功的，就直接摔了，当时就直接送医院了。我回来就儿子，我什么困难都没有。家家都有难念经，是吧？我从来没看过，到现在我也没看过王振街舞跳的什么样，我从来没去过。这个街舞这东西本身就是外来的文化，你说裤子穿到这个地方，衣服又不像，那头发一弄，你说不理解，我不知道咋跳，偷偷学嘛，他自己喜欢，没办法。他坐着我们俩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爸爸，对不起，我跳了街舞，我认识了那么多跳街舞的人。”他说：“那些人都是好人。”当时他妈妈在这里折那个毛衣，我们俩谈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鼻子也有点那个酸了，但是不想跟他说，对吧？我说：“啊，我说，那你就跳吧，但不要耽误学习。”王丹他的意思就是，西藏这么大地方，街舞比人好。他说这是一空白，我会把这个空白填上去。我跟他妈妈说，你就顺其自然吧。他一辈子要让他信，要么就顺其自然。